下边我讲八卦母掌。八卦母掌它是分八个掌，第一掌单换掌，第二掌顺时掌，第三掌双换掌，第四掌背身掌，第五掌握身掌，第六掌转身掌，第七掌回身掌，第八掌翻身掌。那么八个掌也得说分八个组，每一组练习都在一个圈线上啊，在圈线上不管什么位置啊都可以练习。八卦母掌它是八卦掌当中的基本掌法，母掌也得说后边的子掌也得是24式64掌都产生于母掌之中。啊，这样子啊就可以说这它是一个八卦掌的基础的基础啊。如果不练母掌，那后边掌就不好练了，哎，再练也不会规范。这样子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八卦母掌。八卦掌母掌，第一掌单换掌，我来示范一遍啊。一般这八大母掌都在这个推转掌上啊引起推转，向前行步走的时候，好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单换掌，左右面都要练习啊，不管哪一掌都要左右面练习。好，下边讲讲要点啊。好，来，好，扣步眼肘啊，扣步眼肘是一个动作，连扣步再眼肘，手不要太高啊，就是肘部往下压，而且还往前，叫眼肘啊。扑步撩衣，扑步撩衣，好，哎，然后再腋下藏花，上步扣步腋下藏花。反过来横开掌翻手讨掌。好，这是这里边呢，这里边要注意哪几点呢啊，回头我讲啊。那么扣步眼肘这一步是一块行动啊，扑步撩衣，等这个手啊超过这条腿肉啊再扑步啊，再扑下去，不要这儿挨下来，这儿过不来了啊，这样为了贴着身体。什么叫撩衣？就是过去人家都穿着一个很长的大褂，要行步了，要走了，要把这衣服撩开让走，说明这个手不要离开身体，这样子走瀑布啊。再讲过瀑布了啊，就是一般的就是这样。尤其这个腋下藏花，腋下藏花的人有的人呢走瘪了，这走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一掌要打开啊，打开啊，这样打开的话呢，那么是用这掌去打人的藏花，这只手用花当中藏着呢，这个花没开，什么时候开是这样，横开掌时候要开花啊，在这里边用花。成块八卦掌啊，每一掌完了以后还有一个特点，那么完了以后他这掌不是这样翻，是这样，哎，啊，注意啊，哎，那腰带动手，哎，带动手，以腰动带动四肢啊，不是以
腰无动就去。那么四肢的话呢，腰动带四肢啊，四肢运动先动腰啊，先动腰，然后就是腰不动，这样比较力气大啊，腰不动手也动不了啊，就是说完全指挥就是腰部运动啊，这样比较合理。第二掌顺势掌，哎，顺势掌是好，这是顺势掌。摆步，要点来分解一下要点啊。摆步啊，摆步是向圈的外边摆步啊，上边盖掌，哎，盖掌，上步盖掌。前脚离合步，要点胯要正，胯要正，手胳膊有点弯曲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是一种，下边做掖掌，掖掌，这是一个标准的弓步啊，回身撞一个撞掌，一个马步啊。然后走马活鞋，后边走马活鞋，这腋下藏花，腋下藏花的要点呢，主要是把这只手下边这只手搁在这个腋下，啊，上边撑住撑开，然后横开，翻手，好，踏掌，好。后边再讲双换掌，双换掌也是这样起势，也是这样起势，在走动着啊，然后扣步，后步延肘，这是延肘，跟单换掌延肘一样啊。虎虎撩腋，这是一个单换掌要求。然后指天，指天插地，往下插，对，从这里面白蛇覆草，这叫白蛇覆草。然后回身撞，走马活鞋，腋下藏花，横开掌。好，这后边这一部分就跟这个顺势掌里面的要求基本上都一样了啊，前边是单换掌开始，中间插了一个指天插地白蛇覆草，就多了这一个，这叫双换掌。
第四掌叫北伸掌，北伸掌它也是说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是拜蛇图形的动作。好，再演练一遍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哎，扣五眼肘跟刚才一样啊，哎，扑五撩一，哎，然后指天插地，哎，好，白蛇出洞，哎，这叫白蛇出洞啊，啊，提膝点脚，把这脚提起来点脚，然后好宣掌白蛇吐信，行，哎，好，收回来压掌。压掌完了以后，接着还有一个白蛇吐信啊，快走！哎，好，白蛇吐信回来，收回来。好，有一个白蛇出洞，这是一面的啊。然后再走一面啊，返回来，提膝点脚，宣掌，白蛇吐信，白蛇吐信下压掌，再一个下叉掌，接着有一个白蛇吐信回来，收回来，扫退掌，好，回身状。走马活鞋，这叫走马活鞋。哎，再一个旋外开，好，这结束，这是这一掌。这一掌的要求再来一遍啊，走一走这个白蛇图信，注意这点啊，旋掌白蛇图信啊，提膝点脚，提膝点脚，重点，哎，等一等，啊，提膝。先把脚提起来，脚尖是这样的呢，不是垂着，这样，这样啊，提膝点脚，好，哎，拿脚尖点脚，这是一个啊，然后你不要盯着它了啊，返回来，哎，就是宣掌啊，返回来的是宣掌，啊，看看白蛇图印啊，白蛇图印，好，抓出去，好，这个哎，这个要求啊，身体啊站着比较正，比较直，多少有点歪斜。哎，下一个最好很大的幅度仰身啊，弄得好压掌，然后往下叉掌走，走一遍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出去，回去，收回去，好，一个白蛇出洞，注意白蛇出洞啊，白蛇出洞，再回去，再缩回去，嗯，走那个白蛇出洞的要求啊，来，不是那个要求，要求他出来，这个腿是扑直的。这个手在这个脚的上面出去，当这个手到了这个位置了，才可以弓可以盖啊，哎，这时候挑起来了啊，不要提前弓啊，好，这是腿掌了。那么这个要点呢，这是这个白背身掌的一个要点，这个动作比较难，也算一个高难动作，好。第五掌陌身掌，陌身掌就是向一个方向的旋转啊。
好，下边做一个分解动作啊，说说要点。哦，这是扣部眼肘啊，扣部眼肘啊，胸部撩衣，胸部撩衣，这是铺不是铺部撩衣，而是胸部撩衣啊，这位中盘的，下边哎走，哎船长啊，进入船长，然后末啊，再加上两圈，一圈再来一圈，哎两圈，下边铺部雁形调掌，叫雁形调掌啊，回身状。哎，松毛活血，这是跟这个别人的要求啊基本上一样了啊。然后横开，这横开翻手踏掌啊，这是一个卧身掌的套路啊，卧身掌的练法。再就是反面了，反面咱就不再表演了。总之这是左手换右手啊，左脚换右脚来回，这是反面的了。第六掌转身掌，那转身掌那走一遍啊，好，这是转身掌。他的这个分解动作，分解动作呢要点啊，好来做啊，好眼肘，哎扣部眼肘，胸部撩衣啊，腹部撩衣，指天，好下边旋掌，往下扎地，扎地下斜，哎好，再旋转一周啊，旋转一周，哎扣部摆部隔腿上，哎再一个大蟒翻身要注意。来起向里面钻，这只胳膊要平，嗯还得要直，不许弯，哎上好，来摆步，步摆步进，好进步穿掌，回身盖掌，哎这是二步盖掌，注意啊，是这条腿这啊，这两个不是一侧的啊，不是同侧的，好下边走，哎来这叫眼睛调掌，为什么叫眼睛调掌，再重复一遍，来再再说雁形调掌啊，调掌呢，雁形啊是走腿的后边，那么只走前面呢为蛇形调掌啊，这两个区别，这个是雁形调掌，咱这背身掌里边那是走的前边，那叫做蛇形调掌啊，记住雁形调掌，好，雁形调掌要求也是这样子，再来一遍，好，要求啊，等会儿你先铺步啊。铺步，小边铺，这个手也是在这儿出去，然后再攻科膝盖，好，哎，挑，这个挑的力量是在哪儿？还主要是拿这个大臂和小臂去挑人家哈，比较多，啊，走回身状，
好，走马活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动作。走，好，这完成了啊，这完成了一个这个第六章。下一章第七章回身掌，哎，我做一遍啊。下一次做一个，下一遍走一个分解动作啊，讲讲要点啊。走，哎，这是压掌啊，第一个是这个，我当拳打过去了，压压，啊，好啊，让压啊，然后劈劈我，哎，劈对方的头目啊。好，走，转身回身穿掌，再回身雕手。好，这个雕手注意啊，是这样这样雕的啊，啊，这他们对方手来了，啪一雕啊，就把人这雕上去了，哎，进步推掌啊，好，这个要求啊，下边下叉掌，然后啪，下掌有什么要求？这只手一定要搁在这个脚上啊，这样的呢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抓我这对方的脚脖子去啊，这时候。在用法当中很厉害啊，好，进步，走，穿掌，哎，这都入圈了啊，入圈了，走，好，这很完整啊。再来一点啊，这是回身的那一点啊，走，哎，好，这叫，好，这劈掌了，劈掌又走，雕手，这回身，这是，哎，这叫回身掌。啊，进步推掌，啊，挥完身接着推掌，啪，好，那么它的要点就是这边，用法上的重点也是这一掌，好，这样结束啊，好了，哎，好。下一掌第八掌也是最后一掌，最后一掌难度是很高的，哎，叫做翻身掌，这就是说八卦里边走转拧翻，这个翻着这很难度很高的，所以必须得要很好的练习。那么整体的套路来再练一遍，哎，thank you.
走，书面啊，好。哦，哎，扣步沿肘，哎，铺步撩掖，跟前面一样啊。指天打地，指天，哎，插地，下弯雁行，这叫雁行调掌。然后踢膝踮脚，踢膝踮脚回来，来一个铺步啊，插掌，啊，往下插掌，插掌，再接着又一个下插掌，有一个下插掌，再一个翻身，翻身踢腿，好，哎，这是一面的，还得要走反面的啊。好，踢膝踮脚回来，下插掌，哎，再有一个下插，嗯，好，翻身走，雁行调掌啊，回身撞，走马活血，哎，走马活血，走横开，哎，下一个我讲讲这个要点啊，要点，好，要点注意啊。来，啊，踢膝踮脚，啊，来一个小插掌，小插掌，再来一个翻身，啊，好了，哎，好，这是，哎，完了以后小插掌，注意小插掌也是这只手要搁在这个脚面上，这只手是往啊紧贴到啊前臂啊，接着这个在这个肘部啊顶在肘部，然后再小插翻身。哎，这小叉翻身，翻身，哎，来翻身倒打，来，我扶着你点儿来打，哎，这个仰的越多越好啊，仰的越多越好，腿踢得越高越好啊，然后再削回去，哎，削回去，然后下边就眼型调整了啊，跟别人动作要求啊基本一样了就，嗯，在这一掌要走反正面啊，反正面都给他走到了。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套路啊，现在呢也得说八卦母掌都讲完了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八个动作啊，八组也得说这是八组，那一组里头分多少掌不一样，不相同，很多也有重复动作，重复动作也要做，重复动作为什么有重复动作呢？因为这个重复动作它的用法上的话是很重要的，多样一练习，所以有很多重复动作，把这八个掌练习好了，然后再讲二十四式、六十四掌，那都很容易的接受啊。这是今天呢，就把这个八卦母掌是讲完了。八卦连环掌，八卦连环掌就是将八个母掌连起来练习，去掉了其中的重复动作，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八卦连环掌的套路。这个套路适用于表演比赛，哎，也是比较很完善的
一个套路，在程派八卦掌当中都管它叫做八卦连环掌。分解动作，哎，分解动作，这是无极桩啊，刚开始是无极桩，返回来起势走，起势走圈，走圈啊，一个圆圈走汤尼步，哎，珠眼收出来，返回来走单后掌的小盘的啊。小盘的瀑布走，好，小盘瀑布好，这个姿势很正确啊。走，腋下藏花，在手搁着这个腋下啊，返回来外开，走步，眼肘扣眼肘，行步撩衣，这是行步撩衣，好，这是个中盘的行步撩衣，下边转叉掌，转360度往前迈步走。一二停，那就是说，这就是说大伙掌的一部分。第二掌是顺势掌，好，我练一下啊。好，演练一遍。来演练演练，这是接原来的位置，原来的姿势啊。好，摆步向圈外摆步，上步改掌，这后手。掖在腰部，掖在腰部，掌心朝后，走，往后掖，掖掌，走，掖掌，好，这样，这样，就说这一点，对，这两只臂啊，两只臂成一条直线，小腿，小腿，
给地面垂直啊，好，翻回来特别注意的啊，这个掖掌，我讲掌掖掌，来，嗯，好，这背着呢，变一个方向，哎，好，这掖掌啊，这一掖，要好，好比说这是右手，要蹭到左边的啊肌肉，这样画一个圆弧，啊，这样掖出去啊，走。 好，哎，这很清楚啊，这样很清楚，哎，就这样啊。下边讲双环掌，双环掌连接啊原来的顺时掌，连接原来顺时掌，这样子上边。 指天，大地啊，指天是从腋下啊，注意从腋下钻起来的，连腋再扭弯啊，再旋转，身体，右手向右手，手指向下，再贴着左腿的外侧下去，白蛇腹槽，啊，白蛇腹槽。 就推掌，推掌，这叫做回身状，哎，也叫做狮子斗毛，啊，狮子斗毛。然后这个劲儿出哪出来呀？丹田哒，要不然这个狮子斗毛哒一抖，浑身呢都是浑身乱颤，浑身肌肉放松，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。啊，然后走马活鞋，上边腋下藏花，返回来。 好，外开，这是跟那个两个掌心朝上摆步，哎，好，走，哎。 啊，来，啊，上面指天，哎，好，定住，这是连旋弯啊。注意，这只臂啊，戳得越直越好，而是还是扭转，啊，这样旋转，这只手搁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来往下插，从侧走下去。 白蛇腹槽，好，白蛇腹槽，嗯，白蛇腹槽，啊，都调整，然后变成推掌，好，然后变成推掌，走，就是狮子斗毛，它，好，走马活鞋向后旋，哎，向后旋，要勾到这块肌肉啊，走，好，腋下藏花。 这个很正确，哎，好，返回来，外开，嗯，好。下面第四掌，这是连接第四掌，第四掌，这叫背身掌，啊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个位置。 而是这个姿势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，扣步，圆肘啊，圆肘，贴着身体走瀑布，啊，然后指天，擦地，跟刚才一样，这个手下去，顺着腿下去，哎，这个掌走这个腿的前边，当这个手过了这只脚，走调掌。 调整完了以后，提膝踮脚摆步啊，或摆步，摆步，然后旋掌，白蛇图形，小鸭，小鸭掌，哎，就是往后点小鸭，接着下叉，身体，哎呀，仰动，翻过来，手从嘴里边抓出去，回来。
走有一个叫蛇形调掌，啊，这个蛇形调掌它是归于推掌的姿势，弓步推掌。对，啊，连起来。好，下面做分解动作。好，圆人的位置啊，好，圆人姿势，走，后步圆肘，腹部撩衣。好，撩衣的时候，这个胳膊跟地面平行啊，跟地面平行，手要尽量扭转啊，尽量扭转，好。走，指天插地走，白蛇出洞。哎，好，哎，这白蛇出洞注意啊，是从脚的前面出去的啊。踢膝踮脚回来，哎，旋掌，旋掌白蛇突进啊。好，要下去啊，再往下掌进步，下插掌有一个白蛇突进，好。好，很好的一个标准弓步啊，这就是，哎，我讲讲这点的要点呢、啊，要点重点是哪一点呢、啊？当指天插地回来以后啊，注意要贴着腿，拇啊这个在腿的里侧，里侧这样出去，出去注意拇指。拇指往下垂，不要这样，这样的话呢，这是用花是钻裆的，免得把手掰了啊，往下含着掌心里边，这样挑起啊，这点要注意啊。再一点注意的地方啊，就是白蛇突进，白蛇突进一定要在这个嘴里边啊，等于外边看着是跟嘴里边出去是白蛇突进的，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脖子这儿啊，嘴下边这样出去啊，这样出去。那么小鸭掌呢，小鸭掌是这样的啊，虽然这不是这样压，而是这样画一个弧线啊，画一个弧线，画一个弧线，这是对方来的胳膊，哎，这样把它绕下去，把那胳膊给它别着这边来，然后哎，这头部注意啊，稍微仰身，仰身动作，哎，从还是从嘴里边出去，回来啊，这是重点，就是个白蛇吐信，背身掌。什么叫背身掌？那么我从这方面看着呢，往后打，这叫背身掌。刚才踢膝踮脚，什么叫踢膝踮脚？先把这个膝提起来，脚尖是这样勾着呢啊，这样勾着以后，顺着脚尖，这叫踮脚啊，所以这个八卦掌里面踢膝踮脚动作很多啊。下面是陌身掌，陌身掌原来是这个推掌啊，弓步推掌，返回来这陌身掌是这样走啊，这只手向前来，重心左移。右手往里走，这样子这样做掖掌，返回来这又一掖啊，掖掌，这样子返回来改为右手，这左手先掖，右手又是掖掌。摆好原来的位置，原来的方向，走，这样，两手交叉外开，走掖，往后掖，哎，好，走，又一掖，哎，再来向返回来，换手再掖一遍，
那么这一掌呢，它是跟木掌里边多少有点区别，啊，为什么有点区别？因为啊，我再介绍一次，原来呢，这个木掌里边的是头部、眼轴、颈部、白部、腰椎，然后颈部穿掌，这样旋转三圈儿，这样走啊，这样走的话呢。 所以这个的话呢，也是我一方面旋转，那么刚才这一掌是这样走的，哎，是这样走的，哎，为什么这样走？一翻一正，免得很多人呢，如果用内掌，那么的话他会头晕的，下边还是右转，啊，会头晕的，这样配合比较好，搭配后边的动作。 或是连接前边的动作，是很成功的，哎，看起来呀比较舒服，练起来也比较舒服。为什么它不会头晕了？嗯，这样子对身体也有好处。好，下边连接第六掌，第六掌呢是原来的姿势是这样，啊。 然后上步指尖，这样上走一个，哎，走这一掌，哎，那么这一掌呢，继续旋转，哎，到这儿，这一掌的话呢，它主要是得别人的腿呢，围着身子这样旋转，旋转以后走大蟒翻身，注意啊，这点动作比较难，这手上来下叉，这手走平了啊，伸直了走平了，白步。 进步，穿掌，穿掌是从这个臂的下边，返回来转身盖掌，这只手搁这个位置啊，搁这个位置上面盖掌以后，撤步，走眼睛调掌，这在腿的后面，眼睛调掌，然后进步穿掌，好。 天，插地，走，走旋掌，啊，围着身体转一圈，哎，哎，然后起大蟒发身，注意啊，这是重点啊，重点，这是臂要伸直，哎，仰平，好，摆步，进步穿掌，转身盖掌，啊，撤步，走，雁行调掌，进步。 船长，好，好嘞，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动作比较难啊。重点注意，就是这叫大蟒翻身，也有的人呢，管它叫怪蟒翻身。什么叫蟒翻身？那蟒是很长的啊，在这个地下横着打滚，这叫翻身啊。所以说它的仿形啊，也得说仿这个大蟒翻身的动作。 这样形成了，给它起的名字，这叫大蟒翻身。下边连接，第七掌，第七掌是回身掌，回身掌，就是刚才呀，是走是这样了，那么返回来啊，当这个左腿。 上步的时候，小腰，小腰这个，左手，返回来这是劈，这是行步撩一，转身行步撩一，啊，这样，啊，一个穿掌，返回来的一个雕手，这叫回身，啊，回身掌上去，啪一掌，嗯。
就到这儿，这就是这一点，这个叫做回身掌。好了，从哪一点啊？哪一点叫回身掌？就是这一点啊。就走，回身丢手，擦走啊，就是一回身啊。刚才我走了一个高的丢手，高的丢完手，这是中盘的丢手，还有下盘的丢手。刚开始我走的是下盘的，蹲下去，匍匐下去，啊，这样都可以这样走。用法当中，一般的是重的用的多。好，来演练一遍，哎。哎，往前走，这样子好，压劈，哎，刚才这里用的压劈啊，好，转身，进步，穿掌大步，好，回身丢手，扑回去，好，丢手，返回来，进步推掌，进步推掌，好，回去，啪，哎，好，回来以后，这是在抄脚呢，为什么这么矮？啥活我脚在这儿呢？上心，哎，逮住脚脖子呢，用法是这样啊。这个是比较好，行，好，哎，那个要点的话呢，主要的是哪一点呢？注意，那么走动着啊，这样走动着，这儿压跟劈啊是一致的，这儿压，这儿劈啊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连压带劈，啊。返回来的话呢，是这叫行步撩曳，一般的行步撩曳的贴着身体往上一走啊，一撩的成啊，进步穿掌，穿回来了以后，我刚才说了，走中盘也可以上去，一般的练习要走下盘，下盘是将对方啊把给他吊着这边来啊，如果吊不动就用中盘反击啊，那么下盘呢也是这样的，哎呀还雕，这往这边雕他，那法回来接着进步，啪，这个手原封还要不动啊，就是这个姿势，哎，出去打人，这叫回身打啊，回身要打对方啊，当对方追击你的时候，回身雕手就打出去了，啊，嘿。要不然连接第八掌，这是翻身掌啊，原来的姿势是在这个位置啊，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位置的话呢，也就是说这个搁在这儿，哎，再调个方向，是这只手啊，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呢，也是掌心朝上，这个扭转啊，这样旋转，旋转，这是上一掌啊，上一掌的姿势在连接翻身掌，下边走翻身掌。这样下叉翻身低腿走眼睛调整啊，然后再踢膝踮脚啪回来都这样子啊，注意这个是在这个下边呢，这样让这个肘部顶在这个肘部啊，顶在这肘部上，这腕部顶在肘部上，然后再进步车掌翻身倒打踢腿回来走雁行调掌啊，然后走回身状走马活鞋啊，这是腋下三花收势，
好，下一边，下一遍打这个分节动作啊。来，不好，哎，这是原来的姿势啊。好，往上，进入抄掌，翻身，翻身回来，然后也。 雁行调掌，雁行调掌，调出去好，这是踢膝踮脚啊，踢膝踮脚回来，好，搁着这个腿上，这很好啊。反过来再下沿翻身，下叉翻身，好，这腿啊，刚才行，走，往上调掌，走，回身状，好。 来，走马活结，这我走马活结，这个讲过了，哎，要点，反来，横开，横开翻手，好，收势，这收势啊，收势动作，往前点了一步，再点一步，把手放下，好，这是分解啊。 翻身要点啊，也得说翻身掌的要点，要点呢注意哪点呢？注意说这点出这掌出去以后啊，出去以后呢，这掌是提膝、踮脚、穿掌、踮脚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动的。那么另外翻身的动作，这样一翻身，这是踢腿，这是，哎啊，就是向后尽量扬动。 啊，扬的什么呢？扬的越多，扬平肉，那最好了啊！这手要往前插，啊，腿要踢起来，啊，这是翻身掌的重要部分。所以说练不到，它就高一点了。尽量呢练练啊，都要把身体养平，啊，这是基本上，这是它的要点啊。 另外再讲一点，在整个套路里边的练习啊，或是表演比赛，一定注意哪一点呢？因为这几掌都是围着一个圆形圆环去运动的。哪一点？第六掌，注意啊，第六掌大往翻身，回身撞掌，嗯，往上下去走，注意这一点，要走到你一个适当的位置，准备下一个。 将来最后，这个收势的时候，原来的位置还是原来的方向。要说原来方向，就这个方向，哎，位置，在这儿差不太远啊。总之要找这个位置，这就是说整趟练习布局的地方，啊，有自己呀、啊，看的自己走的圈大，走的圈小。总之在那一点，要自己要去找去。 找你那个收势，将来以后也说第七掌、第八掌，这两个掌准备走多远？哎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开始走这个第七掌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可以说就收到你原来的位置、原来的方向，这样最好。整个练活掌就到这里。